花138元吃牛肉自助，居然实现草莓自由。大家看看这100分钟挑战有没有回本呢？道路千万条，到粉地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我是小白。今天咱们又来吃寿喜烧自助了。今天是不管肉菜还是饮料，随便吃随便喝。到地儿了，那我们现在是这个基础款是吧？对，好嘞。50押金。草莓也是畅吃，小料台麻酱，我看看这小饮料，你喝哪个？那我马蹄爽啊，我去，很凉爽那、这个。哎呦，哎呀，咋了这是？哎呦，我这前两天不是刚去那个盲人按摩那块按摩完吗？结果昨儿熬了个夜，这肩膀啊脖子是又酸又硬。是这块吧？对，就这块。哎呀妈，你这硬的都能打四八了。哎，赶紧试试妙界的肩颈按摩仪吧。哦，这也太酸爽了。那是当然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像人手的按摩仪啊。里面藏着8个按摩头，上面夹着你的脖颈揉来揉去，下面掐着你的斜方肌按，打开热敷啊更舒服，好像老师傅在给我掐揉一样，肉都给我按透了。我之前也用过跟这个长得特别像，可是老按不对点，我还以为是我不会用呢，结果这妙界一把就抓到了我的酸痛，太准了，把我的老肩几下就揉松了。哎，不错吧，像这样扣上的、哎、还能解放双手。哎，还蛮轻巧的，重点是不耽误我吃饭，真挺方便的。再调一下这个力度模式啊，按腰按腿也很行，全身按摩一个搞定。不止咱俩，大家整天工作跟学习、时间久了都容易酸酸痛痛，还可能得颈椎病。虽然咱们还年轻啊，但也该保养起来了。你说的对啊，这个按完真舒服了不少了。哎，不过这么好用的按摩仪，大家要买的话挺贵的吧？去评论区领券买啊，就很实惠，一两次外出按摩的钱啊，就能在家随时按。一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保价和运费险啊都有，还有限定礼盒包装，送自己送家人都不错哦。我这就给我爸妈安排上。哎，小爽，走一个。今天主打一个不带气儿，谁带气儿谁傻。左边这个是灯烟羹，灯烟羹，这个是寿喜锅啊。这一会儿要嫩煎，嫩煎脂肪低。哎呦，第一轮是13盘啊。啊，吴军呢还写日期呢啊，传统非遗技艺啊，这就快好了是不是？这个是牛肩，你还在意是什么部位？那今天咱们就统称是肉。哎，行，咱来一口寿喜吧。哇，直接放进这个吴军蛋液里啊，这一口谁懂啊？这个味道非常可以，而且油脂明显还很低，符合白师傅的减脂理念，常常冬阴功。兄弟，你这声音确实很广啊，甚至很泰，它有那个味。再说不说，冬阴功的真的不用蘸鸡蛋了，就直接吃。冬阴功是不是有泡椒味？剩下咱都给下了。好，您好，再来10盘的牛肩吧，就那个瘦一点。对，瘦一点那是啥呀？雪花嫩肩。啊，雪花瘦一点。要不要想想自己在说什么？啊，不小心点了一点小吃，来，一人一口炸鸡。哎，蘸点这个酱，黄芥末酱。大大的腿肉。咱今儿一点膳食纤维不带吃的。也有点，就裙带菜。裙带菜我能吃吗？来一口吧。好了，今日份就达标了。是芋头吗？鱼柳。蘸点这个番茄酱。对，你不是什么都得蘸点番茄酱吗？我怎么就变成什么都蘸番茄酱？哎，你还什么都蘸醋呢？拿醋来，你还真拿呀！啊，一边喝完了，旺仔小牛奶，叫什么？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，比你强。哎，搜谁啊？咸蛋黄的，可以啊，您那个味儿非常足的，好像不是咸蛋黄，中间有一股碳水的味道，外面还有一股碳水的味道呢。啊、来这个蟹棒的，这肯定是蟹棒的。拿小咸菜，这是咸菜，那边三文鱼呢。酸姜，哇，这姜味真臭。行，你都满了你。那我自己来。哎，我给你来。这个小蛋液啊，哇，哇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增肌的呢？今天又不减脂了，变得这么快。哎呦，今天这个好吃。行，大家都在监督着呢。我吃个薯条压压惊啊！大家放心啊，低卡的，特地让人避了避油。再来一个蛋，哎，您发现这个蛋如果不限量，还用的特别快。没错，这叫死磕。
哎，完了，蛋壳也进去了。没事，兄弟，补补钙是吧？对，之前就是说缺钙嘛，小时候。完了，老补，补着补着成这样了。哎，补着补着就1.87米了。我小时候不缺钙，哎，缺心眼儿。这是肌肉啊？这是肌肉，肌肉才减脂呢，白叔。Muscle。嗯。加点小黑水，尝尝他们这个松花什么什么黑猪肉，松花小肚，酿肉香肠。哎，快报菜名了。嗯，猪肉的这个五花这个油脂还是挺丰富的，好吃。那我们给你盛点草莓去。哦，小水果拼盘啊。哎，你看看这里头，芒果、草莓、西瓜，还有这个是香瓜。水开就咱先下肉。哎，你看这流水线作业就不一样。第二盘，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。哎，打工人的素质是这样的。对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肉应该是最好吃的。我觉得不是最好吃，最瘦。嗯。先来口小水果，哎，这是不是就做糖葫芦呢？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也试试，1.3连。嗯，很狡猾嘛，这草莓。这瓜皮吃不动。一个瓜皮，来一个芒果。我就喜欢这种只用吃的，然后不用剥皮的。这会儿其实芒果正经来说没熟呢。黑蓬莱适合蘸辣椒面。什么呀？交给白师傅。哇，白师傅现在越来越会做饭了，现在成为一个居家好男人。会做饭是我的明信片。优秀是我的代言词。本来喂狗还挺好。我再给你拿一盘吧。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哎，五星好评。哎，咱们先捞上来啊。你给捞了捞捞嘿，赶快。哎，这我今儿我懂了。我是还是会看评论区的。你衰宅呀，衰宅就是帅宅的意思是吧？衰帅没毛病，衰宅是是吗？东阳宫虾滑。哎，你看我这手艺不能浪费。哎呀，选肉吧，晾了一会儿，嘎嘎地啊。嗯，滑嫩的这个蛋汁儿在这个嘴里头。哇，哦，嗯，还有辣白菜啊。哎呀，3秒钟。不会流泪声，虽然都可以，哪位朋友一听见你共我。尝一口冬阴功的，啊，兄弟，给你弄点虾滑。哎，你好，咱们再加。哎，好嘞。不说就没有尴尬，不说你还有的吃吗？真的是。对，那再来10盘那个雪花嫩煎，我给你拿4个的。嗯。来了，兄弟，给我，这我的，这我的。你们不吃麻酱吗，兄弟？我怎么，我什么时候变成不吃麻酱了？在你嘴里，我是这么个人吗？我行，你没事，我再盛一碗。你的流水线来了，又来了10盘是吧？对，每次都是半天它煮不熟，锅太小了，锅太小，锅太小，锅太小。嗯，虾滑，嗯，虾滑不错，虾滑里头好像还有鱼子啊，嚼的时候里头嘎嘣嘎嘣的。嗯，人那块还有这个呢。豆腐皮，酱香豆腐皮，才是老鸡。爱林杰成雷的轨迹，学会危机，爱情以后不用再关心。这是啥？这是蔬菜，膳食纤维。嗯，这是土豆泥，没啥热量，土豆热量老低了。那里头蛋黄酱的热量应该不会很低。喝点水。嘿，3瓶不过岗，我一瓶没喝完。第3瓶，嗯，哦，瀑布蛋，嗯，来，你再来点大头分肉啊，哦，来一口。它是没有螺蛳粉的汤底，这样就能给你煮一个螺蛳菜。柳州现在有螺蛳菜，就是螺蛳粉不要粉。啊，你把这个柠檬都快进来了。吃柠檬好，补充维他命 C。补充维他命 C。哎，鱼真不好快我嘞。那我真听不懂。哎，这就是好话。什么好烦呀你？小明熟得快。这是血皮菜啊？这什么叫血皮菜？咱也不知道。See you tomorrow。See you tomorrow。小白的菜。哎，抢福袋了大家。哎呀，
这是不是上回咱吃那什么菌呢、啊？好像是素食餐厅里的。我当时看见有这个什么菌，哎，这糖蒜不能下，我还弄了点小肚。兄弟，给你个糖蒜。寿喜烧还有糖蒜呢？嗯，这不地道吗？配麻酱吃的。来口麻酱，你这可是白师傅特调。嗯，如果要是清汤的涮蘸麻酱，我觉得会更好吃。麻酱就是那种增香效果非常好。对，小龙女蘸蛋液，兄弟没试过，你先试一口吧。御用试菜师傅是吧？怎么样？蘸点麻酱。不，我扣你北北哟。林北，广撒小。什么语言呀？闽南话。哎呀，什么什么？什么啪哎呀啪哎呀，对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又是带你去 KTV。 嗯，哎您好，就是来五盘瘦的牛肩，来五盘那个肥一点，长舒一口气。嗯，谁的菜你尝尝，这玩意儿以前在我妈嘴里就是清热解毒佳品。他这个水平太腥，人里面请童年回忆啊。哎，爽歪歪，这没吸管呗，我们小时候都是挺原始啊。但是不建议模仿，这个锡纸容易割伤嘴。你嘴那么硬应该割不伤。哪有你嘴硬，是不是？还是小时候那味儿。来，你来福袋。兄弟多子多福。来吧，那咱接着下练我的肱二头。还是有雪花的看着行。刚才已经吃了那么多特别瘦的了，补充一些优质的油脂怎么了？有点烫吗？小口吃啊。寿喜锅煮的福袋是最好吃的，里面那鱼籽嘎吱嘎吱嘎吱的。哎，你好，别叫我吃个毛豆鸭精。自由熊猫了，煮到下面有点入味了。这是什么？肉灵芝。这个特别难嫁，这个真的。算了，就是这么吃吧。哎呦，嗯，这肉灵芝吧，下次我就不吃了。你四个蛋了，我再教你一个粤语，就是你把那个鸡蛋打散之后，它成为一个什么呢？胆散。妈呀，胆散。夸你这人很帅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但凡从你嘴里说出来我都不信。万龙舟那期你骗得我好苦啊，是不是水灾？你给我宰，说谢谢你。主要晚上可能要练车去。啊，练车那不多吃点吗？练车老紧张。哦，我现在这老司机呀。小白那天练车老有意思，那天说给我带点东西，我在门口等他，旁边是公交车站，然后他一过来打一转向灯，然后突然就往那边一拐，我就说，我都不用看，那肯定是他的车。速度与激情力也这么拍的。我的教练说我很有天赋，哎，毕竟我也是一个十年的老司机了。拿证十年，中间就一直停滞。说我这种司机是不是最危险的？北京的路还是挺好开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就是当时北京还有很多那种共享电动汽车，我弄了一个直接开了。我不是路过一环岛吗？啊，在那环岛上转了三圈，因为那环岛没有灯。我大学时候还练皮卡。皮卡丘。你不是那个刚学车就直接上路的那个吗？带着你妈。我妈心很大的，我妈是觉得既然你拿了驾照，人家肯定会开了。她没有驾照，她也不知道我开的怎么样，能走行，挺好。可以，赌全在我这儿呢，你尝尝。我赌你有赌，蘸着麻酱，很有嚼劲啊，你要口香糖那感觉。哎，您好。哎，这是那个瘦的，这好像不是。我就想剪个纸，怎么就那么难？最近人家网上有一个很火的，叫什么？不是说吃的干净就会瘦吗？对啊，我吃的那么干净啊。吃的干净不是每顿饭吃的干干净净。我用了16+8减肥法，8个小时吃16顿。现在如果我们单算的话，我们吃了现在50盘了，每盘的价格应该已经达到了5块钱。小甜品啊，红丝绒蛋糕。嗯，还可以啊。黑森林。虽然可能是预制糕，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。什么叫做预制糕？蛋糕还有现做的？肯定有啊，新鲜屠宰，冷链运送是吧？啊，对，杏仁豆腐。只是我以前觉得杏仁有一股塑料味，我觉得杏仁好吃的就是那股味儿。后来我才分得清它跟塑料的区别。最早我觉得芥末也有一股塑料味。兄弟，你的勺在这儿，我想起来了。你们走，给我焦糖布丁来一口。嗯，杏仁豆腐我刚爱吃。来个橙子啊，这样。
大家做啥事儿都一定能成。哎，你这个跟指定能行是一个道理，是不是？你找个指定。早，哎，这橙子非常不错啊，很 juicy， 这是果冻橙。小草莓畅吃啊！改天去昌平那边草莓采摘园，咱去里头畅吃一下。最后一口肉，嗯。我再吃两个毛豆那顿饭。我小时候老不喜欢吃毛豆了，我现在也不爱吃，因为咬包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今天这个还可以啊，成功的把一盘肉打到了5块钱，而且这个5块钱以外还有10个蛋、9瓶水，还有一些小食。嗯，那咱们进去消费。276。哎呀，咱们再来一盘草莓。